我想问你点样称呼？我姓杨噶，其实系啦。你系边间大学？我系外国嘅留学生。咁话 Warwick 华威。咁我想问你，今次嚟呢个集会有啲咩诉求？我系希望政府快啲回应翻831，点解警察可以入车厢入面打人，同721其实系冇分别噶，基本上。同埋，究竟被捕嘅63人去咗边？系咪？昨日连登有讲，其实系咪有一个人被人打死咗？依家都未 fact check。如果有人睇到，希望快啲有朋友讲翻佢究竟系咩情况。我希望都系炒车噶啦，当然。咁你对于李家超话，其实入太子站执法其实系合乎警例呢一样嘢，有咩个睇法？我觉得完全唔合乎啦，基本上乜可能喺车厢入面执法？咁基本上系，如果你入到车厢，其实我觉得同白衣人721冇分别咯。好啊，唔该晒。